能尽量今年吧。对，今天晚上就要拼命做了，没有那么拼命啊，回去很累啊。好像有四套，很瘦的手。我没有特别瘦哎、欸，对啊，因为都平常都是很爱运动，所以没有特别在减肥。你也是说一直想要再把一台开嘛，对。第二台啦。在做有动静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在准备，可能尽量今年吧。所以今天晚上就要拼命做了，没有啦，没有那么紧。没有那么拼命啊，回去很累啊。比较多是在研习的时候就一直吵了，因为我们研了三次，其他的时候倒是还好，对吧？儿子有意见了。儿子比较吵。基本上没有吵什么，就是时间比较难瞧。前面几次都有看好日子，后面几次就算找了好日子，可能还会延。有一次气到说，那不然不要结了。自己一直瞧不拢，因为我们双方亲友啊，还有像主持人的时间都很难瞧。后来就是照我的意思，就没办法，老婆说了算。我们巴厘岛的婚礼都还没办，已经付定金了，所以就还在延期当中。当初是安排在巴厘岛证婚，然后在台湾再办喜宴。对啊，可是没想到现在巴厘岛还蛮严重，所以还不能去。小朋友长大，然后又在备孕下一胎，可能就是要一直延到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已经付了10万吧。但其实他们现在都还会保留啦，因为外国也是还有疫情在。希望总有一天可以去的嘛。